兄弟们，今天来长城啊，帮一位兄弟送台三星的小屏旗舰机 S23，看看什么样可以帮他搞定。要台原装没拆过有气密的，两台紫色，这个是128G 的，看看成色怎么样？这个成色怎么样？这个？那个肯定没这个亮。哪个亮？拿过来。这个亮是吧？白色，256的。现场。光一本机256G，紫色，三星 S23，型号是9110。看看有没有气密，有没有气密的？有没有气密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脑袋贵。气密非常的充足。能防水的，拆过的话是没气密的。看看屏幕有没有漏液。完美型，没漏液，没老化，没压伤。S23加，这个 S23，看看尺寸，兄弟们，差距还是有点大的。最好是买大的，续航好，小的话电池不耐用。差价差500块，成功搞定啊！33张拿下 S23，256G 国行的原装，有气密，完美屏的。